中山国小舞蹈班带来赏心悦目的花枝舞，为新北春季十三大亮点活动揭开序幕。新北市在春暖花开之际，整合各局处资源，推出十三大亮点活动，包括浪漫唯美的碧潭水舞、探旅新北定向越野、Kick Off 新北市美术馆开园，以及2023新北考古生活节等活动，邀请大家来到新北，从四月玩到六月，一起享受春日的美好时光。春季活动总共结合了13个活动，来举行了，希望把春天之美能够介绍给全国的好朋友，包括我们从一开始4月15号开始，在我们的美术馆的园区开放 Kick Off 的一个活动，大概连续三周都有大型活动。那当然还有我们的童话季，每年重大的一个童话季会在七个区有童话小旅行。那当然还有万里的绣球花季，也是在万里非常有名的活动。除了邀请全国民众到新北旅游，副市长谢振达也希望民众多多消费，购买新北优质的特色商品，活络新北市的观光经济。疫情已经逐渐的一个松绑，我相信能够透过这些活动让大家心情更快活，当然最主要我们也希望能够促进消费，让整个台湾的经济，特别是庶民经济能够起飞，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。观旅局表示，2023新北客家童花季4月15日将在土城区举行，七条童花小旅行路线，结合小农市集及客家文化体验活动，欢迎民众踊跃参加。记者伦宏采访报道。